小玲，上。上不了了，你赶紧上。严重了，我不行。你行，你快点。我绝对不行。表演天才。小华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来呀。哎，小华，借我一下你的打火机。我不抽烟，哪来的火？你没有火，那是用什么点燃了我的心？麻烦问一下，小华，现在几点？九点。错，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的起点。确认的把音乐给我关了，把音乐给我关了，咋的？嫌你会放音乐呀？啊，这家给你能耐的，说两句话音乐还起来了。哎，啊，小花，就他那些我也会，就是，哎，你看那是啥？你看呢？你看看呗。我不看。还有你看不看都确实无关紧要，我主要是想告诉你，你那表不准。我刚才我走的时候都九点了，现在肯定九点半了。哎呦，我好像输了，我想回家，小倩儿。师傅，你再听我说，你冷静冷静。爷俩啊，去你不？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，是。就刚才你说的那些什么词儿啊，我是一句没听懂。你给我等着啊！我等着。等着啥？小倩儿，喂。哎呦，我是王小倩儿。你不是一直想找对象吗？啊，小公园就一个合适的，你赶紧来吧啊！小倩儿，你给我等着啊！等着。小倩儿，你能不能带我走？这个地方我不想待了。带上哪呀？带上哪呀？你就待着，搁这儿。你等着。王倩儿，你这挺热闹啊。哎，你说要给我介绍那对象在哪儿呢？不会又是于小脸吧？我跟你说他不行啊，他是我闺蜜。还闺啥蜜呀？闺蜜呀、啊，于小脸，你敢不敢刚才跟黄小华说的话你再说一遍？说就说，怕什么呀？刚才都说一遍了，再来一遍。我说啥了？你说。表演天才。那个小黄，你看那边是啥？这玩意儿响不响啊？你说、表演天才，我喝多了，喝太多了。你什么时候喝多了？你没喝酒。被他们。不行了，于小脸啊，你是真能装啊！你没来之前，他俩可老恩爱了啊，他俩啊。于小脸和黄小华，对，秘密。不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小黄，于小脸，作为你的好闺蜜，你能有这么好的归宿，我祝福你。但是王小倩，你说给我介绍的对象在哪儿呢？我四叔。你四叔？对不起，我不想当你四婶。行吧，咱不能这么演了啊！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小四儿啊，那什么，阿姨，你女儿的事儿你自己来解决吧，是吧？小四儿刚才都是演戏假的，那什么秘密，单独找个地方，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一下。来，受不了，咋的了啊？女儿？对，这是我妈，我是她女儿，这是我妈，我也是你大姐。完了，手环的关我都没过去呢，这又来了个手关呢，不让叫你睡觉吗？阿姨啊，你说我是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？
你看这孩子紧张的，有机会咋就没机会呢？阿姨呀、啊，现在看得一清二楚了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是怕他喝多了难受，出去给他买芒果想解酒，又怕他把包丢了才把他包给背走了，这多细心的孩子呀！啊，就是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办事啊头脑简单，好冲动，你想办什么之前跟我女儿商量一下，这些事儿不都解决了吗？啊，记住了，来日方长，阿姨支持你。还有你，你怎么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啊？哪能因为一点小事儿，一个过错，就演变成无法弥补的错过？知道了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这回醒酒没有？醒酒了，阿姨，我知道你身份的那一刹那，我就醒酒了。那就好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